大家好，我是醉，今天带来一些拳皇98D07版的比赛解说。这场比赛是乙帅夫人大战大表哥，乙帅夫人仍然用他三个比较经典的角色，大表哥也是全主力对战。现在不知后作为首发，今天大表哥没有选择东丈，而是选择了不知后作为首发。其实不知后这个属性是强于东丈的。下面来看乙帅夫人的安迪呢，闪来闪去，哎呦，闪来闪去还真闪到了。安迪大战不知后，开场就是 CP 局啊，大招推推推，跳一发 CD 接升龙拳，升龙拳，一高一低，哎扔，哦，又一脚踢到一个中段啊！安迪使用那个小小的套路啊，大表哥的不知后还真上道了。接着看大表哥下一局的操作，第二个回合，大表哥的有力。尤利现在不妨可以爆一下气啊，一个爆气以后一套带走还是挺轻松的，但是尤利准备一鼓作气了，现在不爆气也可以带走。现在用一个霸王小火拳，没有用霸王小火拳的，选择了 CD 旋风腿飞翔拳，板边空中接一个大招大升龙，这样的话也省下一颗气啊，中间多了一些连招，多了一些操作。后面来到乙帅夫人下一个角色，看他的尤利出马，他这个尤利是快速进行一个冲刺，哎呦小心没吸住，闪过去了，演绎，演绎撅起来，空中一发超杀飞燕凤凰脚，这是必须一套带走的连技。大表哥好像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啊！霸王小火拳跳台地，升龙旋风腿飞翔拳结束战斗，又一发大升龙。今天乙帅夫人这个大升龙是吃到饱了。接着来到乙帅夫人最后一个角色，洛奇，也是他的招牌式角色。洛奇先爆一气，准备用超杀炸啊轰炸对手，砸一拳，重拳出击，旋风腿跳特地，哎，黑西超必杀炸，篮球砸一下，旋风腿一下，旋风腿两下，然后再来一个飞西空中，哦，不得不说这伤害是真的高啊。接着来到大表哥最后一个角色了，莉安娜，这也是在决定性的一个角色啊。现在莉安娜也是高手必玩角色了，想赢必玩莉安娜，玩莉安娜你胜率就会增高，这没有什么理由。手刀半斩升空，哎，手刀半斩再升。其实98C 也是相对来说平衡的一个版本啊，因为拳皇没有绝对性的平衡，也就是只有相对性的平衡。哦，落地炸，又一个炸无喊秒了，这么狠的吗？篮球这一波操作，乙帅夫人拿一分。我们接着来到下一局，下一局大表哥表示不服啊，他又干了一臂，还是不知后游离加一个莉安娜，其实他不妨选一选东丈。现在乙帅夫人游离首发对抗大表哥这个不知火舞，不知后跳地先抢个空，制空拳的话不知后也是牢牢的掌握，落地扔，哎，游历的制空拳也是可以的，制空能力。旋风腿被下飞顶到，这个旋风腿打的啊，破绽很大。高手过招不能这样轻易的出招了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出啊，起码也要九个九成把握才可以出比较伤害比较高的招式，因为伤害比较高，它就说明它的破绽比较大，打不倒人后果就会相当严重。安迪空中斩一拳顶个波，哎，角落再发波，不知后舞呢，哦，被空投了。安迪果然不知后舞还是打安迪的一把好手，超忍风必杀下杀招了，落地滑铲落地飞空中烧，斩 C 空投直接带走，确实是打安迪的一把好手。这一个不知后舞就杀到了乙帅夫人的洛奇，这一局乙帅夫人就难度非常大了，他需要以一敌三才行，在高端局中以一敌三谈何容易，下 C 确认不住还有可能会被穿三扔，大招到啊，洛奇残血了呀，哎，来看洛奇啊，这个暴气状态应该是用不到了，他只能再找下一个机会，现在飞膝落地扔，落地摔摔摔再扔，要不要炸一下，并没有炸，闪到背后掏下盘，闪到背后再掏，好灵活的啊一招啊，感觉这个洛奇可以一练，因为确实好灵活。机会来了，闪过去接扔炸，能不能一套秒飞膝扔捡起来再摔摔摔扔扔扔，
哇，伤害奇高。接着看大表哥下一个角色，但是现在乙帅夫人血量不多了呀，大表哥还有两个非常疯狂的筹码可以用暴气，只要大表哥抓一发暴气抓住了，乙帅夫人抓住了，大表哥没抓住，乙帅夫人抓住一个机会可以翻盘，杀篮球，哎呀失误了，重拳没有去得晚了这个重拳，但是哎呀，但是乙帅夫人又抓了个机会，大表哥就没稳住啊，给了大表哥机会，大表哥慌了。第五个回合，大表哥的莉安娜，现在洛奇旋风腿走两点三点接入大招子，哎呦强反，强反交得很快哦，这么快的交强反啊，看乙帅夫人能不能抓一个机会干掉啊，因为没有了强反，现在乙帅夫人可以为所欲为，抓到机会发动一个猛揍，给他一个炸麻药，炸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，真的没了，又翻盘了，总是这样，大表哥心态要爆炸呀。我们接着看第三局，第三局大表哥继续节省一臂吧，这局的话大表哥不折后游历加一个莉安娜，好，乙帅夫人用游离首发对抗大表哥的不知后还是这个样子，飞翔拳，飞翔升龙空，下拳确认落地飞，不知后开始一个反飞操作，滑闪增，哦哦，其实骗到一个闪身跟闪了一下，用一个平移跟闪了一下，这一局不知后仍然把对手拿捏得非常到位，乙帅夫人第二个技能就快速要出马了，这局还被来了个满血，第二个回合乙帅夫人的安迪解身，安迪快速一个斩影拳发波，暴气骤接升龙拳，两段升拳超杀可以弹他了，哇他选择了地头然后再怼到角落接一个升龙再接超杀，这样的话伤血更高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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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用了强势推拿，而且还是后方推拿，哇不知后对这一招是毫无招架之力啊，最后终于还是叫了出来，第三个回合大表哥他的有力，看安迪暴气，暴气准备再推一下子，推倒了，升龙拳继续来一个推拿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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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哎失误了，推倒以后失误了，后面斩影拳再来一个升龙拳，大招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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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瘾了的安迪，各种推啊，现在到大表哥最后一个莉安娜了，这一局乙帅夫人很稳，而且很猛。大表哥被推得很舒服，一段升龙两段升龙继续推，反正就是推就完事了啊，继续推不是吧，这么爱推，现在又推，我的天，3-0直接推拿没了啊！今天比赛就到这里，大家来吧关注。